美国现在不管是白宫、拜登、民主党，还是已经下台的酝酿要反扑的共和党，都把台湾当成一个非常非常，甚至现在是最重要的资源在玩。拜登派了一个特使团，就在今天3月1日到台湾，然后明天还有一个是已经卸任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带着大汉奸余茂春要到台湾来，要来串访台湾。这两个东西你合起来看，拜登派来的特使，这些人啊，几个特色：第一，位阶高；第二，都是跟国家安全、跟国防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拜登派一个层级算高的一个特使团，浩浩荡荡到台湾来。蔡英文今天接见，他们要谈什么？台湾要给保护费，台湾要买更多的军备，台湾要贡献自己的资源，让美国来更牢牢掌控台湾。美国要好好的运用台湾啊，懂吗？乌克兰对俄罗斯，台湾对中国大陆，整个的脉络是非常像，台湾也像乌克兰。你搞民粹、法西斯化、反中，这些都是一样，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虽然美国啊，国际上在鼓吹啊，日本在弄啊，在搞台独啊，但是在法理上，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台湾跟大陆是国家内战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虽然这个是事实，人世间的事情啊，很多是事实，会被掩盖，会被打击，会被压抑的。美国现在要加码做的是要更快的卖台湾更多武器，第二要让台湾一旦怎么样，要打个血流成河，要进入巷战。就像乌克兰现在如果俄国是火速快速解决，那么所有美国要拉的力量，它集结需要一个时间。如果这场战争拖久，当然集结的力量来，俄国它的反扑就会被压抑下去。所以美国在做什么？美国要让台湾可以打持久战，撑住，打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一年，撑住，然后他们不会来参战，但是他可以源源不绝的供应军备，然后他们可以全面的围堵中国。这个是美国要做。明天蓬佩奥就来，蓬佩奥他在国务卿的任内啊，他是非常著名的反中大将。整个美国的右翼对中国的仇视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可是政客跟媒体他的煽风点火那是非常有用的啊。那他带着余茂春来为什么？我必须要讲我的感觉，这绝对跟情报有关。余茂春身为是大陆栽培出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学者，把他送到美国去读书，他很早就被 CIA 吸收，帮着 CIA 来打中国。他贡献的是什么？他贡献的就是我们要把中国人跟中国政府跟共产党分开啊，我们要从文化从内部来把中国推翻啊。所以美国他加强了从中国大陆内部给资源，建立更多的颜色革命的滩头堡的这个作战方式。那台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美国人他不懂中文啊，所以一来他要吸收从大陆去美国的人，将来一来把他放回大陆去做，另外呢他也可以在美国帮着在国际在媒体上面做媒体战、舆论战。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运用台湾，因为台湾人是中国人，你美国境内没有2300万华裔美国人，这2300万台湾人
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用台湾人来反中国，那实在是太轻松了。所以余茂春来跟台湾的情报组织做认知作战绝对有关系。美国有一个四国会谈，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台湾虽然没有在这个四国会谈里面，但是美国用印太战略把台湾抓得牢牢的。台湾是反中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滩头堡基地跟力量，然后蓬佩奥来加强情报的连结，那当然了，蓬佩奥来收割一波钱，他还准备2024在政坛重新再起，他也许去选美国总统，或者也许在里面再串某个位置，只要共和党上来，蓬佩奥就有一席之地，因为他牢牢抓住美国极右派。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的民主党、美国的共和党都把台湾当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此时此刻第一优先的反中的第一步。